辅助团结党声称准备在来届大选跟其他政党联手对抗国阵，但是行动党霹雳并入港众议员李存孝却质疑团结党的诚意，因为团结党目前还没有放弃跟巫统一起执政。李存孝告诉当今大马，团结党目前是巫统执政的盟友，如果团结党真心要对抗巫统，有意为国家斗争，为何还要跟巫统一起执政？他也说，如果团结党真心要推动良好施政，为何当初要背叛西盟？诚信党通讯主任卡利沙默也讽刺说，团结党背叛西盟后就已经完全失去诚信。他反问，我们要如何相信团结党？主要问题是他不可靠，他们之前背叛西盟，他们如何保证不会再背叛我们？早前团结党主席穆尤丁透露，他们准备与任何政党合作，以便在大选时一对一的对抗国阵。